有啊，就是它可以帮到我更快的去到中国学习了，然后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啦，因为我本人也是很喜欢中国嘛。我觉得就是他们很像朋友这样，可以跟我很像讲很多话这样子啊，然后都觉得他们会很用就尽力的去帮助我啦。我本身呢是读中生，然后选的是读理科系的。虽然我的那理科系那三科不是很好，但是也不至于到 fail 那一种啦。在期间呢，我用读中的，因为读中的成绩是可以直接申报去大学的嘛。但是我那个要求还不达到他们的标准，所以我就自己 research 上网找，然后就找到了这里。然后因为之前是完全没有听过这边的消息的，首先是抱着怀疑的态度。然后有议会姐姐就这里的负责人，她的那个热情，她的负责任，打动了我父母，让我父母相信了，过后我才来到这里的。说真的，这个预科班帮助我很大，让我有机会可以去到中国。我在这里认识了很多朋友，然后老师也是很亲切，我们有问题的话，他们都会把我们处理到很好。我觉得。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，很好的机会，让我去体验在马来西亚，就是一个人独自生活的体验。认识了很多朋友，然后我为什么就是这一个课程，就是会让我们，就是缩短了我们的在中国的预科，预他们通常都是一年，我们就省了时间三个月里面就可以完成了我们的预科，然后让我们9月就可以直接上到本科，而且这个预科课程也省了很多花费，就所以而且华南理工也是一个很好的大学，所以就选择来到这里。